烂片看多了有点疲惫，今天带大家玩个小游戏轻松一下下。这游戏叫 Stickman Jetpack， 不管是直译还是弯意译过来都叫做火柴人火箭背包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游戏。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操作只有两个键，前后分别控制火箭背包向前或向后推进，而上下也是靠这个前后的力度控制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虽然叫火柴人，但他腿很软，不像我土豪这样的铮铮铁骨。第一关非常简单，直线飞过去，哎，稳健，毫无难度。第二关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蹴而就，哎，还真的是一蹴死而就一。啊，这干什么还鞭尸？能不能让我死得有点尊严？这个姿势也太没尊严了吧！一蹴而就，停！哎呀，都没停住，这是逼我放大招吗？在下风。没带着虾，竟然直接给终点跪下了。好，这回一蹴而就，稳健。你看这极限的操作，一般玩家能做得了吗？刚才故意死几次，纯粹是为了节目效果。不信？你看这个比刚才难得多的大风车，土豪，我是不是一蹴而就完美通关？你看过完还有余力在这做卧推。下一关这儿有个提示，大概意思是有多快就飞多快。你别写这个提示好不好？你不写我就不用读，早就飞走了，轻松搞定。你看仍然有余力做卧推训练，这关吸取教训，看什么提示。哦，红色仍然不能碰，绿色有弹力。我，你看高端玩家死也死在终点。慢一点，稳一下，自由落体。这是给我又弹回起点了吗？再来，慢一点，稳一下，自由落体，弹一下。哟，惊险，头差点碰到。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，我在这儿还微操了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灵魂的操作，才让他最终头差一点点没碰到。这一关看来是个迷宫，这个就是要凭借高端玩家敏锐的直觉，这死路呀。不过看到终点了，这次飞另一条路，没问题，稳健到了。哎，这没燃料了吗？这么近，大哥你就不能起来走两步吗？好吧，这次顺利过关。这怎么过？这想绕开激光不可能吧。哎，激光直射了裆部，居然没事。哦，不能打背包，裆部硬邦邦，背包怕激光啊。好，这次没问题，惊险，哈哈，顺利过关。这关什么意思？是男人就坚持25秒？这个主要考验你的躲闪功力。躲闪，躲闪。哎，这关有点难度了。我冷静一下啊，这红色方块是从上往下掉的，这就意味着越靠近地面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越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就问一般人谁能想到，就算能想到谁好意思大声说出来。见证奇迹了啊，各位红方块大哥，我给你跪下了。不像我土豪这样的铮铮铁骨，这你都不放过我？我选择自闭可以了吧？自闭好像很有效果呀，这就是以静制动，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你看不见我，嘿，你看不见我，这个要不要躲呢？躲一下，哎，我操！哎，我这不动是不是时间就到了？我这站起来一下刚好顶上了。哎呀，继续，采用一个非常阳刚的姿势。哎，不行，这姿势也太不雅了吧！向前蠕动，翻滚，翻滚，继续保持自闭状态，稳健，微调一下，再微调一下，保持优雅的造型，顺利通关。这关这儿要坚持15秒，这黑色小蝌蚪肯定有炸，不能碰，躲开。哎，它果然炸了，贴地飞行，惊险，好远离战场，继续自闭，完美过关。这关就是头上凳子上这方块不掉10秒吗？来，我想了个办法，慢慢坐下，稳住方块，慢慢坐下，慢慢坐下，慢慢坐。这招不行啊，还得智取。看我把凳子和墙形成一个夹角，把这个方块卡住。我就问你们够不够机智呢？走。走，哎，稳住啊！哎，方块还不能碰墙吗？再来！哎，这，哎，我说这游戏能调难度吗？主菜单没调难度的地方啊！这旁边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估计这个是佛系的难度，这个爆炸是心态炸裂难度。我这英语水平怎么样呢？来佛系。好，进去没有任何变化。点心态炸裂会怎么样呢？好，还是没有任何变化。哎，这次可以的，这次稳了。好，三。我要失败了，操！死吧你！
我掌握了，这要左右摇摆，达到动态平衡。嗯，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。好，成功了。今天带大家玩了这款非常简单、轻松又解压的 Stickman Jetpack。如果你讨厌谁，记得把这款游戏推荐给他，保证浪费他几小时美好的生命。本期互动话题：快过年了，你春节收过最大的红包是多少钱呢？本期抽奖：微博关注土豪影院并转发本期节目，抽取幸运观众送出坚果大礼盒一个，给大家过节囤点零食。想看更多有趣视频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，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。